现在12:40，我们要出发去金山活动中心参加一场接力赛，走吧。在找我的衣服当中，这是我们今年跑的队，飞体魂文成老师，这是我们教练的名字，校友队。然后跑每次接力赛有一个蛮好笑的地方，就是他准备垃圾袋，因为你每一棒出发跟结束的点不一样，所以你要把这个垃圾袋拿给你下一棒，里面会装你的衣服，然后你跑到定点之后，你就会马上有你的衣服可以穿，所以蛮酷，每个人会有个垃圾袋，他后面不一样不一样，还有写你的棒次，第四棒，准备要比赛啦，我现在去捡路而已。385在这边，来呀，我们要出发去搭车了。我们这边是第四棒的列车几块，然后它会有个接驳车载我们到定点，然后这边下车，走吧。嗨大家，我现在刚下车，然后来到这边是第四棒的准备区。今天天气还蛮好的，今天风没有很大，前面又很冷，重点是雨停了，还蛮幸运的。我们要开始热身，开始热身一下，然后就准备要跟我的队友。从第一棒开始一起跑了，希望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。刘宇镇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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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拿到第一名冠军，哇，超强的啦，耶、yeah, yeah. ！你是我的教练梁哲瑞，第一名2:22:04，台北圣林大学。所以甲组前四名的优胜队伍结束啦，我们要回去了，还有好多人在跑，看还有很多人在加油，这场比赛算是台湾的香根易传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还有很多的队友在互相加油，那这场比赛跟日本的香根易传一样，就是每一个人跑一些距离，然后总合起来就是你们全队的成绩，所以整队都很热血，然后接力棒的那一刻你就会开始觉得我要冲啊。好了，今天就简单 vlog 一下，我们来参加这个台湾的很特别的一场比赛，叫美仲接力赛，那也很高兴我们的团队就是我的大学在今年终于拿下了冠军，暌违了11年吧，超厉害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边结束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个喜欢并分享，这边可以丢我，那我们就下礼拜见，拜拜。